恭请圣真为流动处广场开光加持区及同门的佛像法器文物开光加持，加持大悲咒水及咒总加持，唱诵根本上师心咒。红咕噜连身西里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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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圣真生法王座。恭请师母莲香金刚上师上法座。恭请上师上法座，教授师请上座。恭请根本传承上师圣真莲生活佛赐给一位大众不空成就佛不共法灌顶。师尊今天灌顶含归灌顶，一位大众请守节不空成就佛所印，观想不空成就佛自顶放光加持，甘露充满全身，贴消除。唱诵不空成就佛心咒。Thank you.
顶，杨居士还没有灌顶的，请赶快过来灌顶。还没有灌顶的，请赶快过来灌顶。我们以热烈掌声感谢师尊师给一位大众殊胜尊贵的灌顶。
请大家面向坛城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佛，嗡阿吽观想跪礼拜。为天心三林二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跪礼拜。为天心三林三拜佛金刚，嗡阿吽观想跪礼拜。为天心三林平等一切所。弟子众等祈愿师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也祈请师尊常住台湾，大转法轮，广度众生。法会吉祥圆满，恭送根本传承上师圣真莲生活佛，师母莲香金刚上师及上师团，与大众虔诚合掌，唱诵根本上师新作《钟鼓齐鸣》。Thank you.
阿弥陀，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弘法人员、贵宾、同门及善心大德前来护持今天的不空成就火护摩大法会，法会吉祥圆满。也感谢网络上的同门护持，我们今天的网络直播就到这里。台湾莲生寺祝大家平安吉祥，谢谢大家，阿弥陀佛。